办法出专辑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胖胖的，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，啊你虽然胖胖的，可是你声音很好听。他觉得说，哎，这可以写成一首歌耶，然后就是这首歌的由来 ，All About the Band。所以你跟我一样，如果是胖胖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表示我们有很多心事在那个心里啊，一直没有办法说出来，才会越来越胖。还是要好好善待你身边的胖子朋友。好了，再来这首 All About the Band， 我会好好善待你的。Because you're going